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蔡明健。今天指数哇，盘中下跌100多点，对不对？那下跌100多点，其实今天一个比较大的新闻，不是说台风要不要放假，而是整个川普他又来了一个新招，对大陆一些新的一个2000亿的产品要磕这个10%的关税。好了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是近期来讲的一个 K 线图。好，我们 K 线走势图来讲，其实目前来讲的话，你看到今天，今天虽然下跌，可是它今天的成交量是1188，是近期几乎最低量。好，近期几乎最低量代表什么？代表其实如果以过去大家比较热情的时候，就是这里，大家比较热情，就是你觉得做股票要赶快买股票的时候，跟现在比起来，现在不是啊，现在不是。那现在如果不是的话，有什么样股票，其实你可以比较安稳的布局。我相信今天应该不会有人这样跟你说啊。好，那因为最近指数都不是很好，我今天花个比较长的时间，我花一个比较多一点的时间跟大家谈谈。如果以现在行情来看，我跟大家先前跟大家讲的威盛，我们的看法，还有另外还有没有类似威盛的类型的股票，在现在其实你可以布局。真的，来，现在这个地方，我来到这里，你看成交量大概是，大概该不要做股票都不要做股票，对不对？以前大家你要赶快买股票嘛，现在没有这个冲动啊，对不对？因为川普昨天说黑的，明天说白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个人认为，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，其实如果以比较宏观的角度来看，因为大家都知道整个川普他现在做所谓的贸易战嘛，那看起来他好像步步进逼，到底谁赢不知道。可是我们认为有一件事情，如果美国把中国当成敌人，他怕他超越他，把他当成敌人的话，那你是不是先不要讲出来？你都跟人家讲说你就是我敌人了，我要对你怎么样？你先不要讲出来，因为你一直讲这样子的话，中国会怎么？他会一直去发展他的自制晶片，你懂这意思吧？川普一直这样说，人家中国大陆他就很明确接受到这个资讯，我未来所有美国芯、美国制造我都不要，对吧？对啊，所以呢，这我昨天跟大家讲了，这7月10号礼拜二，昨天的威盛是不是下跌？我们在这里买的啊，对不对？低阶就好啦，低阶就好。我们不是我跟他讲，我们做威盛是怎么做？我们做威盛是全胜哦，做威盛是全胜哦，没有输过，没有输过，而且在50块钱以上先做一个卖方调节哦，先做卖方调节哦。你看2388，我不是跟你说神话故事哦，先调节下来1234567，这里我们有去买，但都没买到。这里曾经有去买，大概我挂滴滴的都没买到，全部都没买到，只有昨天买到了。只有昨天买到了，今天威盛又跑上来了，对不对？那你去想一个事情，就是这样。其实现在大家开始说威盛是做什么，那我用另外一个角度跟大家讲，很多人质疑我们的威盛，我知道你质疑的地方在哪里，老师啊，这个威盛吼都没有赚钱。赚了很少钱，可是他已经股价翻5倍啦，对不对？他股价翻5倍，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。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啊，他股价翻5倍，你为什么股价没有赚5倍？我问你啊，你只会讲说，他这样子涨很多不合理，那你为什么不去赚他的钱？你如果你赚到威盛的钱，你绝对不会说不合理啊，对不对？就是吃不到葡萄会说葡萄酸啊，薄啊，这些把人的薄啊，对不对？来，这样上来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很多人告诉我威盛，赚的钱不多，但我请问你，那为什么持股1000张的占比现在高达72.81%？到昨天为止，这个是有统计以来的历史新高，历史新高，为什么？我跟他讲了很重要的重点嘛，就昨不是今天讲了，昨天讲了，我跟他讲，中国移动孙公司，未来要做这个所谓的。所谓智慧零售，这个商机很大啊！这么大的商机里面，为什么跟威盛携手？很简单，不过去没有人跟你说，因为数据运算可以掌握关键的资讯，而在关键资讯过程里面，你要用英特尔的晶片，还是用 AMD 的晶片，还是你用中国芯？答案很清楚，威盛结盟阿里云，
物联网、核工、智慧制造。哎，阿里巴巴是中国大陆市占率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企业。那为什么要跟微胜合作？当然现在有 Intel， 可是未来如果没有 Intel 了，我这样讲，讲句坦白的，有人说我们全胜，我告诉你，不只要全胜，我要赚翻。不只要全胜，我们要赚翻。这我昨天跟大家讲了，这已经不是一次，不是两次了。我节目上在下跌的时候跟你讲微胜，如果讲的时间超过八分钟到十分钟，隔天它都一定会涨，还没输过。而你把时间累计下来，它就是这样。你把时间累计下来就这样。我不是乱讲的哦，累计下来就这样。那当然有人问我说，哎，老师，你先前在 LINE 还有上面跟我分享的这微胜，好，这个地方啊，二十二块要跟我分享一次哈，你说那个数字哈会不会达到，会不会有机会达到？现在真的五十几了，会不会真的有机会达到？我跟他讲，你换另外一个角度想，我问他一个问题哦，为什么国巨会一千多块？因为做被动元件的最大的就是他嘛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先前汉维科做那个设备的，它可以两千多块，然后最后一千多块被那个爱斯摩给收购？汉维科，因为做那个只有他。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：为什么大力光可以到？哎，来来来，大力光为什么可以到这里？大力光现在四千八嘛，它最高是六千嘛，为什么大力光可以到六千？为什么？因为做高阶镜头的只有大力光。哎，这样你都可以接受？大力光是不是六千多？汉维科最多是两千多，好啊，那个国巨是不是一千多？好，那如果能够做的人很少，那微胜五十几块为什么会贵？啊？如果能够做的人很少，为什么微胜五十几块算贵？你讲给我听，你讲给我听，你讲给我听，为什么大力光六千多？因为高阶镜头只有他能做啊。那为什么国巨一千多？因为被动元件他做最大。为什么汉维科先前涨到两千多？因为那个最高阶的那个就是他做的啊，对啊。那未来中国新要中国制造，我请问你，微胜五十块很贵吗？很贵吗？不会啊，怎么会很贵呢？所以我昨天就跟你讲，赶快去，赶快去买。接下来就8%，而且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未来如果少少人能够做，少少人能够做，你认为我们这第三阶段要做到哪里？台版巴菲特。赚钱赚钱赚大钱，好，不要说什么我十块钱怎么跟你说微胜，十块六当时都不行啊。好，那这一家他的细制材授权给中国大陆，中国大陆什么这个自制的 CPU， 最新的 CPU 里面有用到他，有用到他的细制材啊。为什么用到他的细制材？因为他是他的大股东，他是他的大股东，他跟上海国资委合资成立啊。上海国资委什么？老师，上海国资委什么？那是简写，哦，就是上海国家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啊，哦。上海国家资产，哦，监督管理委员会啊，哦，就国资委啊，哦，国资委啊，哦，有八成，那这家有两成的股权，他有两成的股权哦，有两成的股权做这个，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商机有多大？我刚跟大家讲，再讲一次，你再看一下，商机是这样子的，好，这个 CPU 是保障国家网络，因为他们网络有些是封锁，对不对？讯息的核心基础产品，第一个零一专项，哦，就是他们要长期推展的第一个专项，叫做什么？你做不出来的，全部都给我做出来，好，全部都做出来，你不能自制的 CPU 是第一个一定要突破的，所以呢，他每一年好，这个晶体电路。进口的一个金额是2500亿美金 ，CPU 相关的是550到600亿美金。那这个东西未来陆陆续续要转成国产，他们那个就是公家机关啊，就开会怎么讲？开会那个全 CPU 都是他做的，都这家做的，都他做的。啊，为什么他做的？啊，因为他是政府的，啊，他政府的啊，老师啊，他们政府的跟我们说是，哎，不是啊，我们有股权啊。我们股权啊，细制材打入中国心，你是唯一吃得到的哦。未来所有东西都中国制造，你是连边都摸不到哦。我跟大家讲一个微胜，它是一个趋势，好，那就是时间上面的趋势，就是说未来
如果陆陆续都是转成中国心的话，那现在应该这个时间点会更急迫，更急迫，因为川普每天就这里来一下，这里贸易战，这里贸易战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有个问题啊，如果川普这样行的话，那下一任如果川普又连任，又或者川普不连任，下一个又跟他一样干一样来，那怎么办？你总不能告诉你的敌人说我要这么做吧？那如果美国把中国当敌人，那我请问你，中国已经知道他要中国心了，对不对？他已经很明显了嘛。你要美国心还是中国心？当然中国心啦。为什么要跟卫生结盟？为什么中国一定要跟卫生结盟？因为你要用中国心啊。那我请问你，中国心有谁 ？IC 设计很多。为什么领养十几块？为什么卫生？因为我跟你讲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大力光一样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汉维克一样，不是做被动元件每个都像国巨一样嘛，不是做半导体设备每个都跟汉维克一样，不是说所有光学镜头都跟大力光一样嘛。那所有的 IC 设计里面最强的、具有中国心、少数唯一的背景，你认为五十块算贵吗？我认为不算贵啊，所以我昨天又进去买了，而且我们全胜了，今天又赚到了，对不对？我跟大家讲了，真的啦，真的。好，先花点时间跟大家讲个新的，要仔细听哦，要仔细听哦。今天卫胜上来了，好，目标价我们有定一个位置，好，你是我们好友。你是我们会员，你会领先知道价格会在什么地方。哦，你是我会员跟好友的话，那另外呢，很多人问我说：“老师，你的威盛真的很厉害哦。如果你买其他股票，很有可能，哦，现在感受不是很好。但是如果你买威盛，你感受肯定很好。哦，而且我们在最高点这里请你卖掉，压回来再买，刚好买在昨天，哇，今天又上来，对不对？是很棒。好，来，那我还看好什么？我看好这个，我直接跟你讲哦，这个。”啊，不用盖牌了，行情这么差，不用盖了。这一支看到什么？3594盘椅，为什么？好，哎呦，又为什么？不是只有股票，还有技术面没有来，因为在这里，大陆业者大力推广 NB-IoT， 好，这个是一个所谓的窄频物联网。好，窄频物联网，我们简单看一下，这个叫做。窄频物联网 NB-IoT 就是物联网部分，它这个地方新的一个 NB-IoT 不是笔记型电脑的 IoT 哦，就是窄频的物联网晶片。这个在未来几年风潮式物联网会是一个主流，到2025年的时候，这个东西低功率广域的一个网路会成为全球最迅速成长的连线科技，届时可支援40亿台哦。台的物联网装置，好，那这个地方你看不懂，没关系，我们大了一整张就好。好，看到上面你肯定看不懂，好，看到上面看不懂，看下面。好，关键在这里，物联网它有分两个，一个叫高速的，好，高速低就是它速度比较快，然后低时延的，就像车联网啊、自驾、手机啊，你速度要很快，对不对？那你不能 delay 啊。那另外有一个叫低速率跟覆盖率会比较广的。像智能电表、环境监控这一种，那这个两个都有，对不对？因为大家想到所谓的物联网，就是说我的一个手机啊，或者什么晶片，它可以连接嘛。那传输上面有所谓的功率的问题，有覆盖性的问题，跟时间性的递延问题嘛。如果我在自驾车，我在开车，那个旁边不是感测到有问题，要赶快传回来啊。对，哔哔哔哔哔，车子就会自动刹车，对不对？好啊，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上面这个高速率、低时延。可是不是所有的东西，都是需要这个。它有一个就是说低速率、覆盖率广的这个东西，它要成本比较低，那功耗比较低，俗称什么 LPWA， 就是低功耗广域，可以用在智能电表、环境监控。未来你所谓的无人商店里面，很多都会用到这个。无人商店里面都会用到这个所谓的一个就 LPWA。那我先跟大家讲，分成两种。那下面这个市场上是。大概是60%以上的市场。好，为什么跟大家讲这个东西？重点在这里，这个所谓的低功耗广域的一个物联网传输技术，它分两种。在美国部分，他们主攻这个技术，那中国呢，政策主导全部攻 NB-IoT。所以在美国用的跟中国用的这个两个东西，都是用在所谓低成本、低功耗，就下面这个。不过两个技术完全不一样，那下面这个呢，在中国用的，包含在中国移动、中国电信、
跟中国联通三大电信已经全部采用下面这个。好，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在未来，在5G 的环境底下，它有高速率的，也有低速率的。好，传输要快的，功耗要高的，也有功耗要低的。哦，在什么无人商店里面的，或你家什么智慧电表、智慧冰箱、智慧电视什么的，都有。它智慧电视它不用那个功率很高吧？好，那个的话，那未来会采用什么？会采用中国的技术，会采用中国技术。中国绝对不会去用美国的技术，因为美国人他有什么有什么哈，对不对？好，你不可能去用美国的。好，那未来呢？美国要来用中国的，因为他物联网这么大，40亿有至少40亿台，好，连到冰箱、等级三号拢全部都用得到，就低成本、低功耗这个，这叫 NB-IoT。NB-IoT 现在是中国大陆在做，然后包含高通、Intel。这毅力性啊，他们都要做，还有联发科也在做。那未来这个会被踢出去，这个会被踢出去，这个会被踢出去，是叫联发科，真的。那你说谁会涨？你说谁会涨？就是6533啦，就这个会涨，就这个会涨啊。来，我跟你讲，你看到这个，你看不懂对不对 ？NBLT， 你跨这里跨不了，对不对？来，这我先请跟大家讲，联发科它有一条龙服务体系。上游叫晶芯科，中间叫晶片开发，是下面这个是盘椅，这叫盘椅。美光跟联电的诉讼，美光是不是输了？那未来我看，如果真的告起来，我看连高通都会输，人家不用告他自己就输了。好，那盘椅呢？盘椅做什么？盘椅就是跟联发科做这个了 ，NB-IoT， 窄频物联网。哎，老师，窄频物联网没听过？窄频物联网你当然没听过啊。你听过怎么会是这个价格？真的啦，既然你来听鬼，那我可能价格更小。我跟他讲威盛的时候多少钱？10块。我跟他讲大同的时候多少钱？6块。对不对？你这东西你不懂啊。等未来大家朗朗上口的时候，哇，你要多少钱买？你再想一个事情，它会是合理的，它会是合理的。来，这叫盘椅，对不对？蔡董事长、联发科董事长，而且董事长夫人各自己都有持股哦。然后，好、哦、有一个大集团。大集团伟创，好，伟创用41块私募入股，哎，他41元私募入股哦，他在买什么？买一个未来的一个新商机，那跟厦门市政府合资成发展这个物联网产业基金，发展什么？发展这个东西啦 ，NB-IoT 啊 ，NB-IoT 就是下面这一个，未来美国厂商会不会全部踢光光？全部踢光光，剩下联发科，你认为谁会涨？你觉得？这样搞下去，未来美国厂商在中国大陆的市占率会有多少？能够踢掉你就可以踢掉你了。就像我们很多台商先前去大陆投资，技术被学完了，你就回家吧。懂这意思吧？美国大概也是这种感觉，所以现在那个川普他要这样做。那请问你，如果未来大部分有60%以上在这个地方 ，LPWA， 那就是这个 NB-IoT。没有人跟你说的，里面最重要的重点是这一支。这一支如果又有新的中国大陆的厂商来做私募入股，他现在私募入股哦。如果还有人来做私募入股的话，我告诉你，先前宣德是11块涨到69，美丽是55块涨到253，康控是50涨到624。那你请问他现在多少钱？盘现在20几，他还要库存股，所有东西加在一起，没有不合理的地方啊。请问哪里有不合理？没有不合理的地方。只有你不知道的问题。我当时跟他讲威盛没有不合理，不过没有涨，没有人相信啊，对不对？那你买威盛呢，是不是比较好？真的啦，真的好朋友不是说涨上来之后才跟你说我买什么。我们在威盛第一阶段有没有跟你分享威盛的秘密？第二阶段又跟你分享秘密，第三阶段会狂飙，拭目以待，对不对？欢迎你加我们好友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下阶段再回来。掌握获利的一手资讯，挥别赔钱的二手讯息，操作不再盲目，赚钱不断重复。轮源投顾蔡老师，让您轻松累积财富，让您所看到的绩效变成您口袋里的钞票。轮源投顾致富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
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。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今天指数最多跌了100多点，收盘跌80点。那我想指数来来回回震荡是正常，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当大家最想买股票的时候，它真的是最好的买点吗？当大家最想买股票的时候，它真的是最好的买点吗？而当它成交量比较小，已经没有人敢买股票的时候，请问你，你逆向思考你要买什么？我有跟大家讲过很久，我相信唯一会跟你讲威盛的可能只有我在这个地方。当然涨上来之后，很多人会说他买了威盛他赚了多少钱，对不对？不过你真的赚了多少钱吗？我们讲句真的啦，我知道每一次威盛大涨的时候，宣扬最大那个大张旗鼓的可能不是我，可能是其他人告诉你我威盛要赚大钱了，对不对？又赚了好多好多钱。可是问题是，人家告诉你他威盛赚了好多好多钱，在威盛上涨之后，请问对你有帮助吗？你只看到了威盛上涨了，他告诉你他赚了很多钱，这像你所看到很多广告一样啊，很多广告说吃了这个东西会瘦，那你吃了会不会瘦？我不知道，对不对？人家告诉你那个买房子哦狂赚，结果呢？买房子你听到都是赔钱的，怎么这么奇怪，对不对？人家都说买什么买什么买什么赚钱，哦，一样道理嘛。很多人在涨上来之后告诉你买威盛，那你有没有赚钱啊？我问你啊，你有没有赚钱啊？真的是谁昨天下跌告诉你买威盛？昨天带着会员买威盛，老师你是不是每天买？不是哦，来来来来来，挂加龙博贝哦，在下来的时候有去挂，但是没有挂到，我们有挂加龙的龙博贝哦，都没中哦。那昨天挂更低了，也是没中，后面改价，买到了，买到了，今天上来了。老师，你才赚这样子一点点，讲这样子，我不是赚这样一点点，紧张到你的眼睛呢，是赚这样子嘞，不是跟你开玩笑哎。贺威盛勇夺上半年涨幅冠军，这还不是我写的，这媒体写的。威盛是所有上市柜公司里面涨幅冠军哎，对不对？那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？大家在羡慕国巨，今天有个新的新闻出来，国巨的那个就是里面有某个大股东他就是在卖股票，大家都在想说，国巨人家在卖股票，我的看法会跟你不一样，我的看法是，他怎么这么厉害，10000多张国巨可以爆到现在才卖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有12000张国巨，你要卖哪里？加一百哦，你后边卖看哦。如果你是国巨大股东，你要买哪里？还加联华，加你100几个起个价，太够多啦，对不对？赶快卖。结果国巨人家可以卖1000多，一样。威盛的大股，我没讲，好，应该要卖什么价位？你认为应该卖什么价位？第三次奇迹要不要在哪里？第三次奇迹要不要在哪里？那如果你威盛买的太少了？这里有一只，我直接跟你讲没关系，对不对？我不是跟你讲一档已经上涨的股票，我跟你讲是一个未来的商机，叫做 NB-IoT， 好，载频物联网。载频物联网它是一个很大的商机，而且为什么很大？因为美国的一个厂商全部都在攻这个载频物联网。分两种，是中国全部攻下面，那未来中国不会去用美国的技术，美国会来中国的技术，那你认为市场在哪里？这个有60%哦，这里面如果盘椅在这里，现在有2大股东，而且要找新的，而且跟厦门市政府合作，还有未来会有人私募入股。那如果未来私募入股的是所谓的大陆厂商，我跟你讲，大厂一倍算客气哦，这是6倍，这是5倍，这是11倍、12倍哦，那你还有什么好争的？对不对？什么股票有可能涨最多就买什么啊，对不对？真的啦，与你分享隐藏版的口袋名单，欢迎加入好友，也祝你明天操作顺利。
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